又是装树叶的一天，今天是20年的樱花，结果除了早已爷爷还有一个人物的啊，接娃，又到了礼拜五，今天晚上要把娃接回来，这就是明年的樱桃。雾霾的全部拉上了，我回去背着二龙，我就接娃去。这个天气早应该上74点得走，这样得走你就拉着来。终于拍完了，天气不错。放学了吗？俺刚才拿了个萝卜到爷爷。坐回来，带你裹裹着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飞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子翔。又到了每个礼拜回家的日子了，菲菲，高不高兴？高，开心。开不开心？高兴。现在出发。好。做好了没有？稻田加缸了。开始飞行模式。赶紧轮番，早就饿死了。我一天没吃到现在。别上班。哇，这啥肉的？牛肉。今天的饭菜还是这么的简单，主要就是我们家的这个大白菜，还有粉条，还有这一些火锅吃火锅的一些东西，一盘肉，下入火锅丸子。下入年糕。下入鹌鹑蛋。哎呀，第一锅吃完了，忘记拍视频了。现在第二锅，第二锅我们下节录。一下才下进去呢。是牛肉球。味道咋的？味道呀。没。小牛肉，小牛丸，先来一个。嗯，切短的土豆粉条，还从来吃肉，没弄些肉着。
前厢装好还是前厨室好？前厨室。